嗨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雄雄哥。嗨，我是水江水静。水水，好像看你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趴在这个板子上，装可爱。装可爱哦，我以为是精心博后。好，那就后尾哦。好，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帮你什么 up？Level up。因为前面几次的这个B级艺术球，哇，非常成功，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。哇，我们的美美的水水为什么打这么好？所以我们二级团队决定这招西基德技球要再麻烦你来示范了。好，这个 C 级的艺术球是属于大曲球，一样帮我们取一个special 的名字哦。我们送二期的特别纪念品，纪念品买有无？没有，我们就调羹给你买无，给你足艰苦的哦。好，来，这个类别是大曲球功力球的一种，注意哦，要像砍树一样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然后快很准，计分是5-4-3分，然后女子选手碰到男子选手一样乘1.5倍。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来加油。好，我们水水为我们示范 C 级艺术球。太开心了，我也很惊讶，你这个球真的很漂亮，真是绕过三角框做盲射。我跟你讲，做只砸波三球都没有办法打这么漂亮。哇，你太可怕了，第一次就成功了。哇，那我们 C 四已经是很困难的，那下次肯定要变成至少D跟E了。哇，很恐怖了。还有D跟E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很棒哎，这个很多女子选手打不出来哎。有什么心得？有什么心得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超兴奋，因为这个感觉就超难的，超难的都没有想到会成功，没有想到会成功哈。对啊，哇，那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 C 级艺术手真的是大成功，所以要记得怎么样？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。对，好，再来一个 special， 我们刚刚说是要送那个什么，送这个名字取的话哈，送这个纪念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在。纪念品，我们的二 C 的马克杯，再外带一个，来，大家都欢迎这样热烈哦，再送那个2014冠军签名，冠军签名球，我们剩没有多少，我们送出去就是少一颗，这一个，漂亮，因为我们的水水打得太漂亮。好，再提醒一次，要记得什么？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